家里。Go, go, go. <咳>这边有个桥，啊，鱼在那边呢。有两秒，那个鱼，金龙鱼两秒。 哎，我那 OK 没有？妈妈，闷狗耳。哇！
很漂亮哦。所以我是在那个百乐湖啦 ，Tasik Bera， 这里以前是那个旅游景点来的，就是观光景点啦。不过现在已经是荒废了，所以刚好拍的东西很多都是破破烂烂的。但是这边的钓点真的是很美啊，太漂亮了，看到我都不想钓鱼了。这里有金龙，还有很多种啊，就是。刚刚我拍给你们看到那个金龙的那个雕像，就代表这边是真的是有金龙的，因为我已经是上网已经是查过了。然后这里野生动物也是很多，老虎啊、云豹啊，很多很多啦。这里的那些植物也是很漂亮。这里是马来西亚半岛最大的一个沼泽地。不讲了，专心钓鱼啊。还好啊，哎呀。
不拖。生鱼，哇！我都没想到还会来刺，一丢进去，哎，怎么我的杆会拉一下，哎，刺，真的是刺的哦。哎呀，水荒又涨水，难搞哦！钓抓呀钓。